大家好，我是千两，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4：黑旗》。上一集我们现代的部分知道我们是 Obstacle 的员工，然后记忆的部分我们来到了哈瓦那，买了一个新的刀。Puffer's off. Let us astray, Duncan. Oh, no matter. I'll get us a better view. What are we looking for? A tavern with a sort of courtyard interior.怎么上不去啊？上去，上去！啊，终于！先去吃那个吗？哎呀，跳不上，太远了。哦，搞什么？在哪？这么高？Every finger's a fish hook. That's how you tell a true sailor. Yes, a fine way to put it. 我是在跟那个斯蒂德讲话吗？这次的俯瞰点居然不在最高处，感觉在最高处看得更清楚啊。I think I see the place. We're not far. Hang tight. 我还没看完字，哼，看到红点先追再说。I can't breathe. I think my heart. Stop or I'll break your knees when I catch you.别跑 I'm close at heel, shitbird. 别跑还好还好被挡住了吗靠 Here I come. 杀掉 You robbed the wrong man, mate. A fellow with dangerous friends.居然只有八块也太少了吧下去！啊！为了八块跟一堆警卫打，感觉就不是很划算。
Deacon! By Jove, you're alive! Of course I am. That filch was no fuss. Oh, yeah. Ah! We've arrived. Take your time, I'll be just here. Fancy meeting a Welshman deep in Dago country. I'm English myself. Biding my time till the next war calls me to service. Lucky King George having a piss pot like you flying his flag. Oh! Oi! Skulk! I've seen your face before. Yous mates with them pirates down in Nassau. Shut your fucking gob or I'll fill it with shot, do you hear me? Edward, is it? Hey, I warned him. Oh. Fuck. You want a dust up? I'll give you one. Come on, lads. I've seen bigger arms on a bird.关电脑版的时候习惯防御和攻击一起连按，然后就会反击成功，这似乎不太可以这样。 这里应该可以吧。 为什么不会逃走？因为我没有离开区域吗？ 那边有草堆，躲进去。还没有发现之前，先躲进去。哎呀，是被发现了吗？ 快丢一颗烟雾弹，快跑！快跑啊！ 真是的，再去杀了三个。
搞不好可以哦，杀光他的好。范围也太大了吧。好，出来了。哪里有可以躲的？啊，又被发现了。刚刚右边那一排是怎样？是不是攻击力太低了？为什么我觉得好像都砍不死的？我又快死了，剩下三个。两个。诶，这是最后一个了。过了，充满活力的哈瓦那。真的还蛮有活力的，任务完成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瓦那其他人的介绍。舞者，世界上最古老的女性职业，娼妓的一种委婉称呼。只要一些钱，舞者就能帮你分散所谓的注意力，并干扰正在进行的打斗。他们可能会告诉你关于他们的离奇身世，如果你想听的话。住，这是什么东西？是谁批准这段的？酒鬼，用兰姆酒和烈日来冲洗生殖的水手。这些酒鬼有几种用处。首先，在众目睽睽之下，爱德华能混入他们之中，掩人耳目。再来，发生混战事件时，他们能成为盟友。但是如果想让他们站在你这边的话，记得身上要带一些硬币，因为这些海盗不会不求回报就甘冒生命危险。主，为什么这些人老是挤在一起？难道他们不能在吊灯上面晃来晃去，或睡在驴子底下吗？ OG， 为什么他们要在吊灯上面晃来晃去或睡在驴子底下？乌龟，这是我们再来哈瓦那之前遇到的乌龟。加勒比海有着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可以供陆龟以及海龟生活。乌龟身上都覆盖着坚硬的甲壳，所有的乌龟都得呼吸陆上的空气，且在陆上产卵。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寻宝嘛，因为寻宝的过程太漫长了，所以就快速的跳过。我们现在来到一个有守卫看守的地方，下面那个是手稿。
手稿的33页，现存4页神秘的伏尼契手稿之一，是在1705年从彼得贝克福德的收藏盗出。虽然这手稿是在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前出现，但里面却会有一朵在美洲发现的向日葵，所以这是什么东西？到底是福气你还是福尼气啊？这里有一个有守卫看守的宝箱，不知道钱会不会比较多。圣萨瓦多德拉蓬塔城堡，好长哦！现在没空，等一下再看。不过也才2个守卫而已，跟刚刚那个手稿比起来，少了许多。哦，这里还有2个。这代不能一次杀2个人了吗？糟糕！太接近城堡了，那边的士兵都跑过来。圣萨尔瓦多拉蓬塔城堡，这是哈瓦那防御工事系统的一部分，是为了防御法国海盗的入侵所建造。从1590年开始建造，并花费了数十年才完成。此城堡与附近的摩罗城堡极为接近，足以在2个城堡之间拉起一条巨大的铁链，阻止敌船入侵。寻宝继续，不知道再追一个信差，不过信差又摔死了。这些信差感觉就很容易摔死，已经摔死2个了。哎，我惹到你了？我什么都没做，我只在跑步而已。侦察塔在城堡里面，感觉要攻略这个城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这，不要看我，不要看我。对，我没有在这，看到了一切都是幻象。要不是在最高点，在后面不是看不到吗？这个城堡里面有三个东西，一个手稿，一个宝箱，一个碎片。我们先往手稿前进，看起来在下面。哇，被守卫发现了。有栅栏进不去。要重爬了。我们先往宝箱前进好了，这个手稿等一下再回来拿。这样落下去应该行吧？啊，没有对准。这边感觉这样继续走也没有办法往上爬，我还是从前面往上爬。这个环应该可以用。跳得到吧？跳到了。这里进去。耶、yeah, 城堡里的宝藏是我的了。原来碎片藏在这种地方。看起来没有办法继续向前，就往上吧。这里有一些海盗要拯救，没有问题，看我的。有人要射我，哈，知道队友了吧？让你一辈子留下阴影。不过我在这里把他们救出来，他们要怎么逃走啊？啊，跳水啊！真的没有办法一次杀两个人。好不好，那个手稿在这下面。不对，这里就出去了。斧头兵啊！
Huh. <笑>他没有办法防御，他应该有防身攻击，躲着，是你了，啊哦。 看起来斧头兵不能用连续击杀的方式杀，也不太能够用防御反击。果然这里没有办法进去。另外一边呢？哎，走开！不要粉我！要拿手稿。 这个动作很容易是，原来这里就可以进来了。其实我早就可以拿到了嘛。果然手稿都很重要，这些卫兵特别还在这边看守。 福切尼手稿，现存四叶神秘的福切尼手稿之一，是在1705年从彼得贝克福德的收藏中盗出，目前尚未清楚其中的含义。又是彼得贝克福德，是说那个手稿最后结论好像叫福切尼。 城堡攻略完了，继续收集各处的宝箱，总共有20个。这里也有个手稿。哎，被守卫盯上，这是哪哦？好多哦！糟糕糟糕！等他们攻击好了。啊！ 啊！要死了要死了！算了，先跑先跑。 他们好像没有发现我在上面呢，这边都没有守卫，趁现在偷拿好了。啊，躲在下面看，子宫中的胎儿。 由里奥纳多·达文西所绘制，子宫中的胎儿，相关事项不明，是由彼得·贝克福德的收藏中取得。我们这集 episode 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见，拜拜。这样看过去好美哦。 好痛！死了吧！哈哈！哎！啊，我没有看到那个炸弹。哦。